超市中容易过期、保存期限比较短的商品都怎么处理的？就有人在脸书社团中分享了这张相片，表示这是他在全联买过最赞的商品。原来在1月时，原 PO 发现这个全联超狂的圣诞树绑法鲜奶，鲜奶本体都快被赠品给淹没了。货架上一排展开的鲜奶上都附了小赠品同捆。原来除了游戏有同捆包，鲜奶也有同捆，还俗个大碗呢。眼尖的人还发现里面有一罐复刻双 Q 红茶，再加上其他六罐小鲜奶，感觉超划算的呀。让网友不禁笑，从没遇过这样肉粽款的福乐，绑好绑满，这是圣诞树的概念吗？不买对不起自己等等留言。